第四个问题，新道场建立后要做一堂严净佛事啊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洒净啊，那是照传统仪规做好，还是用称六字红名的好，请老和尚啊开始其道理，用一般洒净的仪规就可以。那么洒净之后再念佛回向，这就更好啊，就更圆满。